刚才遛狗碰见史树清的儿子，史树清就是这边上黑，没气了，我得打气去。就是烤肉季我都懒得走，吃饭都懒得走，你说人家请吃饭还就人家买单，你说我还迟到。嗯，刚才说是碰见史树清的儿子，史树清是周恩来喜欢的历史学家，嗯，新中国十周年的时候建中国历史博物馆，里边是很重要的专家，就是史树清。史树清河北人，乐亭人，就是张，不是张，我老说张国焘去了。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主席，北大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乐亭人，他是李大钊的老乡，所以跟李大钊，但他不是北大的，他是辅仁的，辅仁大学就在我后边没多远，就在我们家边上。北大呢是在沙滩，所以这俩学校以前也不远，要是骑自行车十分钟的距离。嗯，刚才碰见史树清的儿子史和平跟我说，我说史和平咱同行，我就想不起来，他说我爸是史树清，嘿，我想起来了，他爸我就知道是名人，我就想了一会儿我才一点点想起这些。当我带着狗呢，他也不敢认我，他一看他说你怎么那么瘦啊，我可能快死了就特瘦，加上我穿了，平常在家门口嘛，穿了一短裤，这短裤取短就跟光屁股似的，穿了一个真丝的，古罗马人喜欢穿真丝，我穿了一个真丝的 T 恤，那 T 恤是藏青的，这颜色呢它就哎也显得瘦。哎，然后把狗给放回家去了，要没狗他就认不清我，还好这会儿说是狂风暴雨要下雹子了，这人少点啊，不然的话我都不好走，我也不好意思。作为一个丐帮，那个我的哥们儿以前就是在什刹海唱摇滚的，再往以前这人又这么多，我不愿意走这条路，我换一个胡同走吧。哎，那就这么多人呢，我就怕人多。然后呢我说哪儿去了，对，他在一内神街，现在那地儿广恢复了叫广福观吧，说是道教的观，以前就是大杂院，他在那儿还开过酒吧，他做一种酒叫熊猫精酿，特别棒，是目前国内市场上最好的啤酒，嗯，至少是麦子做的。现在那谁老聂老给我青岛啤酒，大紫嘿大瓶儿，还是那个大绿瓶儿，全是用大米做的。昨天谁跟我说，就首农集团玉农公司的跟我说，说那个用的大米都是转基因的，所以弄得我就游客们，你们好，因景区人员密集，前往不会停留拍照，以防带来交通不便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游客们，你们好，因景区人员，这是一大喇叭不停地说，桥上就得停留。这老外坐那儿了，那辅警是不知道是不懂英语啊，还是不敢惹老外？哎呀，那老外是吧？不许停留，可以坐桥上。嘿，现在这世界，我呢，骑着车到了，带的这就是我哥们亲自酿的那个熊猫精酿，骑这么两部车，我都是气喘吁吁的。我找一地儿停自行车，现在人都是电驴子，没有自行车的停靠处。哎呀，哎呦，
朱门转诸葛敌以护，找这仨老头，有仨老头，有仨老头，我看应该是二楼吧，二楼啊，也是新华社，对，二楼，嘿，嘿，啊，谢谢你，仨老头的，我一说嘿，都问新华社了，新华社挡着耳目喉舌，现在结果嘿，成了到处蹭吃蹭喝的代名词了。就是因为我，为什么？那时候我被双开了，附近人都知道，老鸭不就是碗饭吗？上我们家吃的，所以我就老都到他们家吃的。我有来了仨老头，是吧？我就说这仨老头，你以为我不来了吧？我刚才这机器又出，我这机器又出故障了。嘿，您还等着我，真不好意思。给你留着高度。这桌子那么大，不大，白人伺候人呢。我懒。还等着你呢。嘿，我哥就都磨。啊。真是好，真是好啤酒。你说今年给人送你，对。啊，你的吧都是对，挡着耳目喉舌嘛。哪有这么近的事给人拍照的？不然没声，我这个没有麦克风，这事还小呢，真那么吵。那你改良一下吧。改良的不归我啊，那归是。你需要多少钱呢？不知道。那你别在这对着人家，人都害怕。哎，我不管。原来就是做这太简陋了。对，你不能看简陋，只要能办干活就行。办干活，我们现在都讲究奢华，都他妈不干活，是吧？都跟电视台学，拿那机器特大，那机器不仅大，而且要有那个叫，创意、文案、策划、导演、录音、摄像、剪辑。恨不得坐一大巴坐50个人，机器也特别大，买世界上最贵的机器，不但买世界上最贵的机器，还贴上叉叉 TV 或什么，还没到哪儿呢，耍猴呢，先让人看见你来了。记者出去采访是比身份，是吧？您这个外文局的叫什么中国建设呀、北京周报啊，一见了叉叉 TV 没你，是吧？你后边这吧你也播不了，哎，还不如我这个呢。哎，所以都是表演性质的，而我这个机器呢是实用性质的，我只是实用，我不要它好看。分辨率还可以吗？不行，因为我们要的不是摄影比赛，我们要的是记录现实的生活。你们要现场？哎，现场就行了。我要高清4K、8K， 我上哪儿使去？是吧？没这使，说给下世纪人使，就我们这烂生活还给下世纪人看，不扯淡吗？说的一代跑不了的话，把叭一扔，证据没了，还不叫证据没了，对，就是自我保护呗。一拉就开，一拉就开，对，省事儿。这就比如出去就是，而且拉，现在有的呢还拉手，这个是外国技术呢，这不拉手，这挺好的。您挑一个您口味的，我带了可能是2种是3种，这都是小麦酿的。现在好多啤酒都是大米的，大米说都是转基因的，连青岛啤酒全是大米的，青岛只有白啤是小麦的，其他都是大米的。这个比如说乖乖乖的，跟别的不一样。不，他是我哥们儿移民加拿大了啊，我都搁窗户底下全那纸箱子装的，他都被雨淋了。然后外边说要下雹子。现在云还可以啊，我出来不会下雹子。爷子辅仁毕业的，辅仁就在这边上，是吧？您老爷子辅仁毕业的啊，历史系。我师父上了一段辅仁，后来就上燕京了。萧乾是我师父啊，然后还那谁朱家进，就住后门桥那儿，也是辅仁的，跟您老爷子哥们儿肯定。朱家进是我哥们儿。对，你看我全结交比我大几十。女儿他妈在故宫呢，还。珠子那个紫禁城杂志的也退休了吧？他比我大，可能也退休了。对，珠子。是。
那周家宁有一儿子，我忘了叫七爷还是八爷，在鞍山，是吧？哦，对，就那儿子，我叫几爷，我管他叫几哥来着，我给忘了，我这脑子，嗯，嘿，您这小二，小二锅头，对。今天是鬼月鬼节，嘿，我们得喝点这个什么，喝点白酒壮胆儿。啊，你也喝一点，喝点干嘛？喝点壮胆儿啊！什么鬼鬼？中元节是什么鬼节吗？去年不是去年，前年就我还没退休的前一年，我还有记者证的时候，北京晚报苏文阳。啊，苏文阳怎么样？好久没见。打官司就这红星二锅头。是吗？说是假酒，说是假酒。苏文阳现在您要早说，我让他来，这会儿晚了点儿。我问他啊，不叫他了。要以后单请。我说跟你闹，对，我就跟那个及时雨宋江似的，我到处结交各类人。喝点这个白酒壮胆儿。我这倒的不行，我这啊。哎，你外面拍这，这不要拍，这不要拍，没事，不要拍。我不敢上台。不是我现在我怕洒了。来，您来这，您搁这上一转，不就过来了吗？转完我递给您，不是更亲切吗？嘿，不用，咱老哥俩。老哥俩，咱们还没老呢，玩意儿啊！我是外文局的，你是人民中国的，你是那个人民中国局？哎，那得日语那个，对，那个谁，那个原来那照相那个，那我哥们儿住梅尖胡同，王府井，说话特费劲，广东人。翁乃强啊，您是哪个部啊？我这翁乃强，我在他的那个领导之下。哦，我们叫他翁班长。哦，翁班长。他现在在那个中央美术学院呢。啊，他们家原来中央美术学院就在他们家边上，他那时候住王府井梅尖胡同。梅尖胡同啊，后来他们这拆迁了。啊，他们这拆迁了，就是协和医院的时候他们拆迁了。原来他们那房子挺好的，印尼华侨。对，印尼华侨。对，他人特好，就摄影界里边像他人这么好的人不多。热情，那个就非常好。我们翁乃强，有了。对，我们那儿还有叫刘世钊的，你知道吗？刘世钊我认识，那个大军阀刘湘他们家人啊。谁呀？刘湘、刘文辉他们家人。对，他们。哎，你要让他来也行，我也有他电话。这我都晚了点，急了点。我们后来都退休了，我都。对对对，他也是摄影部，他骑自行车走大运河。他骑自行车走运河，刘世钊。柳宗民，我就不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对对对，嗯。你对谁？对那个像那刘世定。刘世定，刘世旭，我就不，我现在脑子现在老了，脑子不行，我背啊。长得都漂亮啊，对，都男的女的长得都漂亮。说是刘文辉、刘湘的子女。那个刘世钊我知道。啊，那是一家的哈，哥三个，家姐一个。没事。世钊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都一个。您不用，我们都一个办公室的。啊，你先别录，咱们还是喝一点。吃，不录吧。中元节。鬼节，咱们相遇。哎，你可以作为文章，鬼节遇上鬼了。咱们都是鬼，四个老鬼。四个老鬼，给你。来。上来就二锅头。壮胆嘛，壮胆。鬼节壮胆，鬼节。有劲儿，有劲儿。谢谢，别再拍我了。那个谁，就是你们，也是你们系统那个谁，周六马住这儿，离这儿特近。周六马，我遛弯老能看见马海德儿子，马海德儿子也是照相的，啊，周六马我熟。对。那个还照相的，您可能也跟您岁数差不多，杨少明。住后海南边，杨尚坤老二也住，也就在后，就是大强味儿，小强味儿，大强味儿，小强味儿，他们都挺好玩。我约他，说没在北京。对，我有好多我当年拍的照片，我认不清谁是谁。对，
我约他，我说你帮我认人，不然我一死了，那些底片我都不知道是谁，后人也不知道，一把火就烧了。嗯，对吧？嗯，那你的东西可以说这基本上就都可存满了。那新华社都拿走了，但是新华社销毁不要的部分，我那时候管销毁啊，有的就个别的私人纪念照什么的我就留着，但是我连跟我合影的人我都记不清是谁。你离开的时候是他要求你交给他的？不是，我们每次发稿啊，是一个胶卷，一个黑白发两张。他把发完稿的捡走之后，剩下的全部烧毁。烧毁之后烧了每天，就是中央组的最年轻的人，我就最年轻了，把那些底片不都捡着扔一大木头箱子里，然后每个礼拜一天把这大木头箱子抬到黄亭子，就军博对门新华社黄亭子宿舍那里边有一大锅炉啊，就往那锅炉那儿就往那儿一扣就给烧了，连底儿都不留了，就不能留底儿，不能留底儿，除了新华社留资的那个煤卷两张，剩下就全都黄亭子那大烟囱就烧了。其实那些东西，由于我年轻，我就经常去烧那个。被烧的其实已那个照片也都用了，是吧？不，就是那个内容用了啊。但我们规定是一个黑白出两张，就是一个36张嘛一卷，那一卷里边两张发稿，你就完成任务了。这两张对，其他就都不要了，因为这也很难呐。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排排坐就是握手。经常会某一个人闭眼睛，所以那个每个人脖子上都戴着一个小放大镜，就是看看底片睁眼没睁眼，就是睁眼嘛，其他瞬间的动作呀根本考虑不到，只考虑别闭眼就行。那我明白了，就同样一个景物就挑出两张，一个内容，一个内容，对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对对对对，那不说销毁，就说呢不好的就不要了，就不要了。但是天天有，也不拿它当回事儿啊。怎么处理呢？你也不能扔垃圾，让这些敌人给捡走了呀。没错没错。就是由中央组最年轻的两个人，我记得跟我一起烧过的有过刘建生，已经死了。刘宇也去过，刘宇少，李学仁就跟我去烧过这东西。他们有时候不愿意烧，就是有一固定的司机叫梁守龙，是梁守能啊，就是杜修贤的司机，小小个儿，他有辆面包，就那个工具车，就是那个叫什么丰田的工具车，海现在叫我们叫海思吧，就是金巴黎面包的那个来源，他每次都是他跟我去烧。啊，我有一次多事儿，就是采访相机里还有剩的胶卷，我还拍了张我们俩在那大烟囱底下烧这个的照片啊，我还有这个纪念照，算等于留了。对，其他的就没当回事儿啊，因为吃，对，不采访了，吃，哎，吃吧。平常自己想不起来说话，碰见个熟人，有个主题就能说的，就说两句。说两句呢，思维还动动，不然就是傻逼，就被傻逼住了。职业性来了，职业性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对交流啊，就有内容的交流，比吃饭还感兴趣，是吧？一说什么吃什么东西，我就觉得把手给站住了。但如果说跟智慧的人交流，我就特喜欢拍起来，因为你以前没有这摄像机。摄像机我也不在乎是清楚不清楚，构图准不准，有时候它都颤抖啊，或者构图没端正啊，没水平，我就无所谓，因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典型环境里边的综合信息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考虑就像那个实话实说的，都化妆，脸上都铺粉，都打灯光，都拍那么清楚，集体合作，那样的产品不是不好，那样的产品太多太多了。像我这一个人一镜到底不剪辑，你看像我一进来我就没关机，您不让我拍我就扣桌子上，但是它是连续的，今天什刹海烤肉季，咱们老哥四个在一起是一种持续的记录，没错，是吧？嗯，所以我刚看您拍拿手机拍视频，我就觉得特就碰见同道了，同道中人，我特烦。我发表了之后，给我打电话说你把哪段掐下来，现在自媒体中宣部都没有这么管，是吧？你就一草民，这样我就下回我就不愿意跟你出去了，是吧？我是就是说出来啊，我喜欢这个留个影，因为我有时候出去旅游吧。对对对，就是你也是他们那个中国建设的，不是，我是
中纺集团的。哦，中纺集团。原来这你也是拍照管宣传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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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我这是出去玩，我这有的没现在不有手机了吗？就是习惯。做什么进出口的？啊，做服装生意的。哦，丝绸纺织品，我们家就是做纺织品的。我说一亲戚，您肯定知道唐祥谦。那我除非见面。哦，见面死了多。嗯，死了是那个唐继谦。你说是不是东华门的时候还是？东华门的时候，唐祥谦、唐继谦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最早香港跟中国合作做丝绸、做毛纺，就是那个新疆那个什么。那个在哪儿说啊？在东华门那时候啊，那时候是鼎盛时期啊。我们的公司在三楼，那丝绸呢，它在四楼啊，工艺在五楼啊，储蓄呢好像在二楼啊。就是说整个这个这样出口大楼。出口大楼就在这个出口公司都在那儿，然后进口大楼不在哪儿吗？进口大楼在百万庄那边吗？二里沟的百万庄那儿，那个都是什么？就是全是出口的，哎，这进口的，但进口的比出口的肥，他买东西，没有卖东西，对，是不是？现在其实您说咱们岁数大了，吃不了什么东西，一吃就饱。另外还有就是基本上也不缺吃的，一看这么多肉，就立刻就那什么了。当然那个。史大哥史和平客气啊，重要的是说话，就说话是吧，因为我们说话的那种珍贵程度啊，嗯，尤其在今天太罕见了。嗯，那个崔永元、林豆豆都弄口述实录，他们那口述实录呢他自己不会玩机器啊，都是弄到演播室里边。嗯，那人来演播室之前就早打好腹稿了，基本上是拿着一张纸面就准备好了，哎，然后呢里边打上灯光和摄影师一大堆。嗯，我认为只有我这种典型环境里边的一镜到底才比较接近真实，就连我都不敢说真实，这比较接近真实。不过你还是放下机器吧，你放下机器，咱们还是吃饭为大，为重要。你开晚了，一边吃一边聊。哎，我是外文局的，是吧？咱们就那个，感谢我那狗，感谢你那个狗，您那狗窜到了我的跟前。我说这是唐诗曾的狗啊。对，唐诗曾我还没看见，我觉得唐诗曾好像不是像镜头里那么胖。对，原来是运动。平时你的生活中这看来还是挺苗条的，还是挺苗条。嗯啊，然后那个不是，是我衣服，因为今天穿的是，我觉得你还挺，这是个丝绸的，丝绸的它就贴身就不显胖。我平常老穿军装，不显胖，军装都支支棱棱的。你穿那迷彩就显，迷彩就显胖。再一个，这是深颜色，藏青颜色。你比那时候还是瘦的，还是瘦的，还是瘦的。原来我们看你这个视频啊，那狗没瘦，哎呦这么胖，是吧？我那个白血球血小板低，就吃药。中国所有药最管用的都是激素类，所以他就胖了，我就胖了，胖到对胖。但是呢，我的意志特坚定。我妈都认为我没病，我妈都认为我装病。前两天一个月吧，一个月前新华社体检去305，体检先抽血，抽完血再去别的检查。抽完血，那305医院，全院上下找我说有一个人白血球不到1000，别死在我们这儿。找到我这儿，我说我从海湾战争到现在白血球就1000、2000、1000、2000，我就是身体弱出虚汗。对，你那现在还冒汗呢，啊，脑袋上还在出汗，脑袋上冒汗，你的身体还是虚受不受海湾战争？身体我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是孤立，中国人的孤立，中国是叫什么少数服从多数，人一多一起哄就有政策。海湾战争真正去战场的，往返双方战场的游戏只有我一个，这一个连就是说的，我连我在没在战区都说不清楚。因为您知道我第一次被双开，就是说伊拉克已经没有中国人了，我不是中国人吗？我没拿过外国护照啊，我就在伊拉克，我就是那唯一的人。但是外交部跟中央报的时候就说伊拉克全撤光了，保证没有我们的人。新华社社长穆青那时候是中纪委委员，就跟邓小平说有一个人叫唐老鸭，是我们家小峰的北大同学。哎，那不应该打脸、我就是靠着这个，我就是靠着穆青这句话出名的，因为穆青是社长嘛，写交易录那个人，我一下就出名了。而且邓小平都知道有个叫唐老鸭的，中国全撤没了。我拥有了这一次，我就才知道英雄必须逆潮流而动。所以我第五次去伊拉克的时候又让撤，水军一什么全撤了，我没撤，我没撤。
那时候我有个媳妇儿，我现在离婚了，我媳妇儿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，我媳妇儿出钱，刚结婚嘛，我说咱俩就是，哎，你跟你媳妇儿现在怎么样？我跟我媳妇儿朋友关系现在，是你哎，您要有好女朋友，您给我，我建议你们复婚吧，啊，现在复婚最好。要，复婚不行，我呀，我跟任何人都不能在一起，我现在都是神神叨叨的，我必须单独，任何人跟我在一起，我都没安全感，我都没安全感。那你这有毛病，然后呢？然后我第五次去伊拉克，嗯。我双开第五次，这时候就眉目清了，我就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党公职了。哎，我就，然后就开一回也是开，开两回也开，所以我这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，尤其是史德哥给我一喝这个二勒子，我就更找不着北，找不着北。那你现在就没有党籍了，倒舒服了。你酒后十年了，他们酒后十年。回头过不了。啊喝菊花的，菊花的我很喜欢喝。还有一个啊，有一个是蜜的，蜂蜜的，甜的；有一个是蜂蜜的。嗯、刚才这个是蜂蜜的，我还是喝菊花的，清爽嘛。菊花的清爽。你看，你也尝尝。咱俩一样。我尝了，这上没写，没尝。